是荆棘连天又山区，就算煎饼果子被毛驴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套卖是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天下谁敢离，如今当街已无万人敌，虽然下一周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怀疑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梦想白马是荆棘连天又散去，就算煎饼果子被毛驴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你，那就随他去打套来世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天下谁敢比，如今当街已呼万人敌，随他下雨就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怀疑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七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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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，没错，是恶灵的手臂。小茶封印的漏洞已经足以让开启性的恶灵跑出来了吗？啊，这恶灵看着这么凶恶，修为才是开启啊。去看看。哎，哥，等等我，别留我一个人。继续开气境。什么？燕兰姑娘，兄北，谢谢两位公子出手相助。侯姑娘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听杜老说，江先生让你们来小巢历练，便从无极宗跑出来了。跑？虽然燕兰修为不高，但对于身形气息的隐蔽却是略有心得。难怪侯姑娘能走出武王府，不过以侯姑娘的身份怎么会对此事如此精通？江南公子这是什么意思？只是略感疑惑罢了，并无他意。姑娘，你还好吗？姑娘，没事了。这是我的两位朋友，正是他们解的围，不必惊慌。我们先出去吧。嗯。七哥，七哥，七哥。哦，就是他。就是他把我们从镇子上抓来的。他就是你们之前说的专门去镇上联系御史军的家伙。哎，手下留人。嗯，这恶灵这么凶狠，我可得把这几个能让我刷怒气值的家伙给留下。燕兰姑娘，你看这地上血淋淋的，也不好多待，
你身后的两位姑娘看着十分虚弱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再说吧。啊，还是江北公子考虑周全，是我疏忽了。我弟弟不是才告诉你们换地方说吗？你们想去哪儿？再见。谢谢姐姐。谢谢姑娘。再见。哎，小的愿意戴罪立功，只要女侠想知道，小的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你说御史军里都有谁和山匪勾结？是驻守在幽云镇的御史军部将唐树森。你是说部将？是的，部将唐树森。哎，女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若是没有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哎，等等，谁让你们走了？燕兰姑娘是问完了，但我还没问呢。你刚刚不是为我们求情吗？拜托大哥，之前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你们才说要打劫我们，好吧？三哥，他说的对。居然还敢打劫，真是群败类。今日本姑娘就要为民除害，拿你们祭天。姑奶奶饶命啊，我们是山匪，打劫不是很正常。燕兰姑娘，你看这路上的花花草草多好看啊，这几个山匪要是躺在路中间，简直煞风景，不是？哎，这位公子说的对呀，我们几个大男人躺在路上谁爱看？姑奶奶放心，我们绝对把自己妥善放置，不会压着花花草草，咱们后会无期。哎，等等，我的弩。三哥，可恶，我和你们拼了！弟弟，站到我身边。哦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恶灵？糟了，刚刚那两位姑娘……恶灵小巢的封印可能支撑不住了。一级恶灵成不了气候，我们速速前往小巢解决幽鬼。哎，人家一个小丫头都不怕，江斌你怕什么？走啊！哎，等等我。你们终于忍不住了吗？冥顽不灵，陆先镇。凶！机会只有一次，也许你能把七界的局势搅浑。